是吉米耶。哎，早。吉米要下水了。下，每天都要下。每天都要下，哎，浪怎么样？一样炸，一样炸，一样炸。我们今天在玩上岸。对，因为沿岸那边在比赛，有办法玩。对，酷 ，Go。今天就有请 Benson 老师。大家早。摄影组。摄影组，摄影组。感谢摄影组六六六。哇，今天涂了白白，因为太阳太大了。那这个都是物理性防晒，所以大家不用担心破坏生态。那这个是我们特别会注意的，使用物理性防晒、海洋友善的这个防晒品，那基本上是没什么问题啊。所以，好不好？先下水一波，然后连下来跟大家机会教育一下。关于冲浪板的问题，水都这么的辛苦，哇！跟各位说，真的是因为比赛嘛，然后就很多的菲律宾选手来到这个地方，然后我们就在他们旁边冲浪，顿时间都真的觉得自己不会冲浪。你就想说，这个浪到底怎么玩？盖这么快，根本没办法跑。没有，他们就加速，咻咻咻飞，咻咻咻飞。每一道浪都这样，太扯了，所以真的浪没有借口。好啦，那就是来跟大家机会教育一下板子的问题，我们来看一下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。有请我们的居民老师，到底发生什么事情呢？这个就是前后刚好有人在前面，然后气板，所以他的 fin 直接插到我们另外一位朋友的板子上，所以他就整个裂掉。那我们来看一下。哦，我的天哪、啊，很严重哎！哇塞，整个爆开。那像这种要怎么处理啊？当场当然是先跟对方先沟通到底是什么状态，然后对方答应要帮我们修补板子，把它补好。对，在我们回去之前把它补好。那像它会气板是不是浪太大了？不管浪多大，你也不能直接丢了，就不管它，你不能就这样子丢的，所以你一定要想办法，乌龟翻一定要做。那真的抓不住的话，你至少你翻了抓了，它的回抽的力量比较小，比较不容易撞在一起，然后板子也不会喷那么远。对，然后在后面的一起出去的人，你要注意，就是不要跟在正后方。
你稍微错开一点就比较不容易撞到，就还是要错开。所以大家玩长板的朋友真的要特别小心。对，其实很多时候在台湾也会发生啊，因为太多人了。当有一个凹赛有一道大的拉进来的时候，很容易就会变得更撞。那我们就真的是大家要学习一下怎么样越浪，好不好？基本技巧。这砍得超彻底的，很直。而且真的是好家在没有砍到脸哎，没有弄到人。对啊，真的很危险。好了，大家不要随便弃板，知不知道？很危险哦。又到了我们这个觅食的时间了，这个 Fendi 我们要去哪里吃啊？前面是一个当地的板。当地料理啊。对。哎呦，又便宜的。看起来不错哦。我们是认图片的。麻烦认图片啊。OK。Hey, hello, 大家好，现在准备要吃午餐，然后我的体力已经到了一个极致了，现在已经是全身酸痛，肩膀酸到不行，因为连冲好几天，一天冲两场，再加上出国前我都要接工作，然后也练了很多这个冲浪，所以每天早上都来冲，然后现在体力快不行了。你有没有觉得很吵啊？对啊，没错，因为我们这个后面有对菲律宾王美团，还蛮详细的哈。但我不好意思往后看了，所以这样大家有看到我说，好好好，就这样，好好就这样，好了，吃饭吃饭。开口，上得去吗？拉起来。耶、yeah, ！我们终于搭上这个吉普车了，这是第一次搭乘哎。对，没错。对，哇！然后就是要路边招手，然后跟他们比站，然后他就会停下来。可是如果真的是太客满的话，他也不会停。他现在车子也差不多满了啦，然后、就是、超幸运的，刚好四个位置。对对对，然后我们要去这个夜市。对，先分走。先。哈哈哈哈哈！我这么丢脸，不要讲。没关系，那兜风兜风了，好，我们先兜风了。是这里吗？对。好，对。好。好，前给。哦，感觉这区感觉是热闹许多哎。好挤哦。对啊。哇！我们现在来到夜市，可以带我们找吃的吗 ？Local 夜市。小人居住，生意这边好。那今天是这个礼拜六，所以人很多，然后点了一杯这个蜂蜜柠檬来喝喝看。甜了一点，但是好喝了。反正就是来度假，也不用管糖摄取的怎么样，就是好好放松就对了。哇！好。好，那我们最后就随便找了一家可以坐下来吃的，然后吃这个面，就是现在桌上这个面。粥看起来好像，粥看起来不错哎，给大家看一下好了。看起来不错啦。好，那我们就到这边好了，就好好享受这个周末的假期。然后这个求主保守我们，真的不要拉肚子，因为其实那个不是说他们不干净，是还不习惯这边的口味，所以有可能就会拉肚子。那没关系，习惯一下就没有问题了。好了，那各位下次见了，拜拜。拜拜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威毅，谢谢你收看这支影片，别忘了记得按赞、订阅与分享哦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